家人们早上好，我是刘先生，我是龙龙。儿子，嗯，今天开始你就要在这边找事做哈。是啊，你们今天就回去吧。对，我们今天肯定回去啊，是啊，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差不多我们要往贺州，我们车子还放在贺州嘛，回了贺州我们再回家，啊，该你在这边要找那个有你孩子多的厂啊。你别找那个都是大妈级的厂就麻烦。大妈级的也行啊，丈母娘也在里面，你那里肯定有女儿，是吧？这不行，你看我们这段时间也是很多人私信我们哈，都是丈母娘同意，但是到她女儿身边就不同意了，是吧？所以一定要是找女孩子才有用。你看多少丈母娘同意你，是吧？还是要跟女孩子接触。对，还是跟女孩子接触才有用，知道吧？好吧，在这里要努力一点，啊，我们感觉到不好一点的习惯，我们改掉，减一点。啊，其实这一段时间哈，有很多粉丝下面说，龙龙拍的视频挺好玩，我们挺喜欢看的呀。叫你开号，叫你弄一个账号记录一下你的生活，他们喜欢看，不要多长的时间，有人喜欢看你们的视频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也考虑。有拍摄方面或者剪辑方面也不懂的，跟我们说。啊，因为我们也毕竟干的时间长，啊，你的风格肯定跟我们的风格不一样，我们只是告诉你这个剪辑技术，但是风格就按你的自己的风格去，知道吧？一定要努力哈，听没有？我相信我儿子是优秀的啊。我们走掉啊，我们走。好。你在这里自己当心自己啊。你裤子拿了。如果是晚上你没找到，就孩子在这里睡噻。多几十块钱不要紧啊。把卡拿掉。哇，这天又下大雨了，你们路上慢一点啊。好。你自己在外面小心点就可以哈。我现在回去看一下晚上有没有什么工作找一下。好，没事，跟妈妈通通视频。多聊聊天，知道吧？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好。走了。工作慢一点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我们回去了。拿的时候坐三个人挤挤的。现在宽敞。还是我们三个人的那个体量比较大。放不放心？你儿子在这边？放心啊，我儿子也是常当家务多年的。那个时候回去是我叫他回去的，我说你在外面也赚不了什么钱，就回来。然后所以在家里也干了好几年了，现在又因为这个事情他要出来，不过他本身也有出来，我们不管着他，知道吗？他很高兴，早就说要出来的，我是放心的啊。他出来了也，反正我们不打电话，他从不打电话给我。小孩子是这样，不是要成家吗？下一步我们去哪里？下一步先回贺州，回贺州吧，再考虑一下，肯定回家一趟。出来这么长时间，肯定回家一趟。家里还有老人小孩，是不是？不管你出来去哪里做事情，这么长时间，肯定回家一趟，是吧？啊，你爸爸那里啊，我父母那里啊，还小儿子那里啊，啊。走吧，先去贺州。外面下的好大的雨。来的时候下雨，回家的时候又下雨。这里是雨季啊。下了，我们今天开始回家啊，走那个国道哈，省点。不是省点哈，出来外面了，主要见见世面，长点知识。走那个高速哈，见不了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出来一趟不容易。这次真的出来外面，真的是快到两个月了。时间也长。钱也花了不少，事情越办越成，但是平安比什么都好。
只能这样安排自己的，我可没法拍照，只能这样安排自己的，话是这样讲，我一直把它扔在那边。放在东莞了。随他怎么去发展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嗯。这段时间跟着我儿子，我儿子说我不跟你们，太那个了，反手了。我找得到老婆就找，找不到就算了。我是在想，我说实在找不到啊，上哪里去也找，提醒对吧？哎呀，现在年轻的，真的真的是找个老婆，哪有这么难呀？每一个人都说哪有这么难呀，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难，不是我们我一个人说的难啊，真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的难，他确实难。不说了，开心一点。出发，看不一样的风景啊！这段时间真的打扰老表了哈。打扰老表。真的。有，快到十几天了啊，在这边。十几天都没有吧？哪里？哪里没有？我们待就待了几天，然后又去那边待几天。感谢老表。老表到了我们江西这边，记得跟我们打招呼啊，我们也招待招待你啊。贺州市临才公寓。放学了，小学生，都走路回家。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感到心里好舒服了。一路都是小朋友。现在4:00多。4:01。我们还说晚上去那个棚子里面睡。找个睡的地方，睡在车子上。那里是有一个棚，但是不能睡。那上面不知道养的是什么，关键也不能过去呀。这睡反正就睡这里也行啊。这马路上太吵了，睡不着。可以过吗？过得了吗？开的吧。应该是没差多久。那里面有鱼没有？那有个洞口。哪里个洞口？那。你想去上面看一下噻？不去不去，到时候这里看看，呼吸呼吸这里的天然氧气。那里面不知道现在没养什么，上面就是高速。现在走动一下哈。欢迎你再次光临连山。我经过了连山县，广东人。今天准备在这个城市休息，是不是？连南的。
连南民族就有，是连南县。